管春风吹到我歹行，不管风雨将阮全怎打，不管阴晴怎样去变化，过不了会变安怎？要行，失败的阮无声声，青春少年行，离开理想的脚步一步一步行。无你看，我的心头痛，向前行，创造好个声。不管头前风雨偌大，我一定打拼做好你看。不管山会崩，海会干，我会徛伫这，唱我的歌。不管风雨将阮安怎打，不管阴晴怎样去变化，不管跌倒会变安怎，要行，失败的阮无算声。青春少年行，离开理想的脚步一步一步行。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就是打拼做好你看。我的心头痛，向前行，创造好个声。不管头前风雨偌大，我一定打拼做好你看。不管山会崩，海会干。记者会啊，是要这个第一次站上 D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半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感觉level 不一样了耶。还是很紧张哎，真的吗？可是这一次回到高雄，其实就像刚刚姐讲的，对，衣锦还乡，然后其实有点兴奋大过于紧张了。你不会紧张哦？对，因为第一次在 TICC 办，已经有一个一个有底了。对对对，那也知道从那个 TICC 那一场演唱会，你知道有哪些缺点要修正，所以到了高雄，希望还是可以很完美的呈现。所以果然是一个舞台型的歌手哦，很厉害哦，唱将型的歌手哦。所以提到这个2016年5月份要这个唱回自己的家乡高雄巨蛋，是。那在母亲节前夕开唱，对。我想问一下徐妈妈，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我说哇，儿子你好棒哦。我就跟他说，有一天我就说回家，我妈，我要等你跟我回来去回来。然后我妈反应是哦，不啊，他是异常冷静型的那一种人，对，就连我入围什么金曲奖，我说妈，我要入围金曲奖，哎呀，棒泡啊，哦呵，就嘟嘟嘟挂我电话这样子，对，反而是我爸爸那种情绪比较有的，很容易就落泪这样子的。对，所以许妈妈是淡定派的代表，非常淡定。她其实内心应该很汹涌啊。是吗？我说哇，我这个儿子这样子，哇，棒棒啊！她不会，她不会，她非常低调那种型的。所以许妈妈说呢，知道你要这个回高雄巨蛋看演唱会，反应是说哦，加油！哦，许爸爸现在就开始已经在布线了。开始揪团啊，揪团，对，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就是那种直销这样子，有没有？开始有去分配下线这样子，对，我姑姑啊、叔叔他们这样子。所以呢，许家人这个全家哦动员起来，希望能够让这个许富凯第一次高雄巨蛋有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完美的演出。对，他提到这个去年的这个 TICC 要很恭喜你哦，谢谢，唱作俱佳哦，跳舞哦，变成那个很厉害的那种武林高手哦，还有展现你多声道的功力。跳舞真的不敢，哎呦，跳舞真的不敢说很厉害啦，就是出院了啦，终于出院，从那个智商就是变得比较活泼这样子。是哦，所以你今年有没有跳出星星？今年啊，还是会跳舞，对，还是会跳舞，就是希望有更不一样的呈现。是哦，那你现在可以来是现场跳一下吗？整线呈现什么？焕然一新。我们这一段没有蕊过，没关系，没关系，我喜欢 cue 你啊，来。跳切，不是，给我点音乐好不好？好嘞，不是，来一点音乐，让这个徐富凯动感一下。你讲你被练哪？嘿啦，不是练的，是小可摆动起来。哎呦！来了，大概就是这一款的啦，就是大概这样子的。不错哎，
我觉得没有那种。以前我是那种同手同脚这一种的、欸，我是会这样一起跳的。对啊，现在已经有那种律动的感觉了，有一种律动的感觉，有享受那个舞蹈的快感了。是，哎呀，是哦，所以下一张专辑会考虑朝动感的方向前进吗？哦，不 ，OK 啊，很 OK， 对啊，不排斥的，多多尝试都可以，多多尝试。所以那个目前新专辑有没有进度，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啊、现在慢慢开始在收歌了，对，可能年底会跟大家见面。好，所以呢，预计这个2016年除了这个演唱会全面启动之外呢，年底有新专辑跟大家好好的见面一下。是的。